觀塘最近又有兩間日本過江龍開業，分別賣現場即炸的咖喱包和用日式番薯製成的甜點。炸咖喱包是日本的國民麵包之一，而這間店鋪除了炸到香脆可口的外皮，最大賣點就是當中的咖喱餡了。品牌精心挑選20種以上的香料，並且加入大量的蔬果熬製，包括有洋葱、红萝卜、番茄、苹果、香蕉和芒果等等，绝对真材实料。之后又加入经过长时间煲煮的牛肉，步骤功夫好多，煮出来的咖喱香料味又突出，整体野味有层次。不吃牛肉的话，店铺还有供应鸡肉口味，馅料加入腰果、椰奶和两种番茄熬制，轻微的辣度令到咖喱更加香口，风味独特。另外，隔离铺的大学户专门店一样有特色，品牌源自东京深川，首度开设海外的 pop-up store， 主力售卖两款热卖的产品。招牌大学户选用顶级的优质日本番薯，炸到表面热辣香脆，内里软糯清甜，然后再以秘制的糖浆沾满每一粒番薯。如果盐不够厚，还可以加配云尼拉雪糕，一冷一热，够晒刺激。最后吃埋由日本直送到香港的甜薯蛋糕，蛋糕色泽金黄，质感又湿又绵密，入口又浓郁的番薯香气，大人小朋友都一定喜欢的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